再往下念吧。能听懂，应该对了。花米果，听不太懂，没吃过这个东西，反正是花米果。再拼一遍，你再拼一遍。花。咪一一一一花蜜，乌啊哇哇花咪瓜，花蜜瓜，我终于懂了。你懂啊？我还是没懂。花蜜瓜，你吃过呀？啊？我没吃过。啊？不可能！我就吃过哈密瓜，我没吃过花蜜瓜。就是哈密瓜。你让我看看，让我看看，花蜜瓜在哪儿？让你给我指出来，给你拼的是哪个？这第一个怎么拼呢？哈？对呀、啊，哪来的花呀、啊？哈密瓜。对呀、啊，哈密瓜嘛，我吃过哈密瓜，没吃过花蜜瓜，或者是花的哈密瓜。